般很少失忆吗？我们做的东西很少失忆啊，那是因为你做的没有失忆。如果说你做案件，你就要，因为案件上每个上面有受制的啊，那你每天的失忆，你发失忆你就完蛋。哦，你要是配套电子厂，那就那个订单多。开一个模具就把胶放在上面，这个就是模具，这个模具嘛，重新做一模，你们要开一下。啊？我要重新做一模啊，你们要开一下。下一模要开一下。
开馆了，八套模，开馆了，都用八套模，是吧？很多都款式了，手型不一样。硅胶的手感比橡胶的好吧？你看它那个表带，它那个材，拿个东西把里面的还有一些因为做出来之后它还有毛刺的毛边嘛，你看它那个开胶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表带呀，啊，还没拆嘛？还没拆的。这个工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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